点你没有记到吗？没有，因为不见了。折返点有什么特殊的？没有特色，没有摸彩。好不好？有人开直播，我还不会开直播。就按一个直播，怎么不会？没有我的客人了。他们两个要搭我们的车、喔。谁呀、啊？那个妈妈跟妹妹。他们住哪里？士林。啊，士林怎么坐？不是的，他说有捷运站就可以了，因为哈、喔。那个火车都客满，然后他们要坐公车也太难了吧，今天人爆满，你知道我们后面没有人，不是啦，他说对了，他说有捷运站就可以，哎，有灯光的时候才路会比较清楚。Let me help you。啊，你到有灯光的地方，警察伯伯来了。他说那个是什么潜龙在渊哦？对，潜龙在渊，那个是啊，可看不到的。有啊，你从第一个是在哪里？右边的潜啊，潜龙在渊。哎、欸，啊，他没有打 LED。有了啦，没钱吧？潜哎、啊欸，哦，这里啊，哦、有钱了。跟他什么中秋啊？嗯，然后。那边嘛，潜嘛，你看啊，对啊，有龙在那个啊，潜龙在啊，他应该打灯。民国，中华民国不知道几年的中秋看不到。嗯。